想問941/94嚇咩位可以入喎？上望又應該咩位？我諗941嚟計咧，你當然啦，今日叫慶慶穿一穿咗條50天線啦。咁個走勢就立翻啲啲啦，當然唔係話太差嘅。咁但係始終你個市咁樣立法，咁無可厚非啦，都斜低多少少。咁如果你話真係完全冇貨咧，我覺得其實呢啲位都可以考慮入第一注嘅。咁但係如果更加好嘅，即係價位即係或者有機會再回升多少少嘅，可能去翻大概買一個半呢啲位會好啲。咁但係落唔落到咧？這個就真的很難講嘅，因為雖然話個市麻麻地嘅，但係佢可能逆著市再硬淨啲都唔出奇嘅。咁其實年初至今都係咁嘅一個情況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冇貨，呢啲位可以入著啲先啦。咁但係如果落翻買一個半，而你本身亦都係做一個可能比較偏中長線啲嘅持有，頭先講譬如收息啊各樣因素嘅，到時先至考慮加，咁會比較合適一啲咯。